盖什么高祖山？我起来，考古学家，对，考古学家。我今天带的东西很厉害，就是敢讲，都在我身上，对不对？不是不是，一定会有人支持我，所以我很开心。你就是你目前就外面看起来是真的还好。我记得他这个跟，他说他说很厉害的可能是 underwear， 可能是在里面哦。没有没有，他这样就应该是要去运动的啊，去运动就在我身上，在我身上，对，就是我先介绍鞋子好了。我觉得这个鞋子很强，因为溯溪鞋。你以为它溯溪鞋没有？它其实是因为我们一般溯溪鞋就是可以爬山、可以溯溪，那已经不稀奇了。是，这双鞋是室内，可以吃不能吃，是菠萝面包。它是室内，哎，可以吃没有了？登登山万一没东西吃，饿的时候就咬鞋子，对，没有。它这个鞋子呢，它是可以室内户外两用鞋。哎。因为我们在爬山的时候，你去爬山不是都在户外的吗？对，可是我们在帐篷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室内啊。那时候你可能就要脱鞋子，很麻烦。对。可是这双鞋呢，就是平常我们在溯溪啊，或者是去爬山的时候可以走一走。但是我们一进帐篷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这样，然后它就变成室内鞋了。然后重点是它里面有刷毛，要不要摸摸看？有刷毛怎么溯溪？不是，它里面，可是它外面是仿的啊，它里面是有刷毛，所以说会进去，所以我们不要再溯溪，我们就爬山走走路，然后我们回去的室内溯溪你就暖暖的，你就直接穿那件可以的。但是这个是真的，如果你去登山好像很轻便啊，你露营的时候，露营啊，不要就是露营，露营可以，露营可以，对，露营的话你穿拖鞋就好了。对呀，我们可以这样子就说，哎呀，我走，我们出门，对，他不舒服，没有先塞钱给他，不行，不支持吗？没关系，我有别的东西，没关系，我第二个东西我要返回一程，好不好？给我一点机会。来，第二个东西呢，就是我现在身上的裤子。裤子，它只是一个登山裤哦。因为我们登山的时候，不是有时候我们如果穿着，它可以溯溪，可以，真的，这是真的可以，它可以变发热衣，不会，它里面有刷毛，没有刷毛，但是就是如果你今天爬山排爬，你热的时候，或者是我们经过溪里的时候，我们不想要袜子进水，我们不想要鞋进，我们想要只是打赤膊的话，把裤子脱掉啊，它可以脱。刚刚这个林立文已经穿来过了，对，他穿过了，他看起来是工装的，很有造型，而且他超好看的，不是，可是这个他开的位置比较高，他开在这边啊。对，可是因为我们这个是真的，我们这个真的是爬山用的，所以它就会可以这样直接这样脱，然后我们没有要去爬山啊，直接不是我们去露营啊，溯溪都可以。你看脱不下来吧？好挑啊！好了，就这样了，就这样了。等一下，当然，我们知道它的功能了。它要脱鞋，等一下，我要讲它厉害的地方在哪里？变成袜套，变袜套，不是。它厉害的地方是你们看，哎。它这两边跟立起来比较好看，立起来，立起来，哦，好弱哎，我这边被熬弱了。小猪，你看你这边了，你直接脱掉了，这个没有。我不要溯溪，我不溯溪，太这样不一样。来，我这里两边不同的颜色，你不会找不到你的左右脚。这边是这个颜色，这边是绿色，所以你们左右脚搞我。它有分左右，对，有分左右。这东西还有分左右，为什么？有，就是它贴心的设计，就不会让你搞混。不是看侧面的嘉宾就知道了吗？没有没有，看这边，所以一般人就不用就可以。因为去年秋冬很多外套都是袖子拆开就变背心嘛，对。然后确实没有这个。左右设计对不对？那你真的会装错，那你就在内侧写一个 R 跟 L 就好了。不是，我们就不是，它就贴心的设计，让你们不用写就有。好，它写一下也还好啊，几秒没关系。我跟你讲，我下一个东西很厉害的，按照他的智商，他会写在这里 L， 写在脚上。没有这个，另外一个东西真的厉害。等，那这条裤子多少钱？也是3000多。哇。可是这个很机能型，它爬山的时候就是真的是可以一起，就是一直摩擦接触那些树枝树木的，所以你可以比较安全。牛仔裤也可以啊，那个穿很重，去爬山很重，你经过溪水的时候会很多一公斤，主要是它很快干吗？快干，也就是说你自然尿它一下就干了。我们就是这样，它一边走路一边走路的，它一直尿一直尿一直尿，然后你再走，它有湿巾，它会很快干，可是会有味道，所以我们还是那你就去溯溪啊，洗一洗。不错哎，其实是一个不错的，那个他就没办法，他就没办法，对对对，这个我好像可以这么做，对吗？这就厉害了，你的优势出来，他什么赶快加分？这个真的厉害，来自于韩国的眼镜，
它这个眼镜呢是户外的眼镜，但它是变色片。因为一般来说，我们之前在骑车或者是去爬山的时候，我们的眼镜会是一个墨镜，然后一个晚上的话是透明的，因为晚上戴眼镜还是可以保护你的眼睛，就是不要被那些草啊、树木啊，或是那些沙子用到。对，然后我们这个呢，它是在遇到紫外线的时候会变成墨镜。会变墨镜，然后现在在室内的时候就是一个透明，有也是风镜，有点对风镜也是蛮好看的，蛮时髦。太阳下会有好看一点的框吗？这个有，它有很多种颜色，对，有很多有黑色、白色或透明，或者是雾面。它的好像挖镜。对呀，这不是在疫情的时候我们都要戴的。韩国的，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他们设计一个比较多功能的。因为一般我们去骑车的时候，你的眼镜你可能还要换镜片，就是早上晚上都要换。有啊，我们这种老花的就有那种全视线。对，然后像它呢，它就是带一个，你就可以从早戴到晚。然后重点是它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镜框，就是如果你有近视的人的话，你可以就是里面的再加一个镜片，对，然后外面的话会变色。哦，它这个鼻垫是有给你好几格的，你是不会掉的，所以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其实不会这样滑掉，有汗的时候也不会这样。如果有运动的时候的话，对不对？就是可以推了吧。好像还好，我这个很好用，各种运动都可以呢。便便的墨镜要有造型，对，要有造型，这个很可爱呀、啊。这个戴那个帽子，真的很像那个疫情的那个防护眼。没有没有，戴有很多颜色，就这个也许跟蓝妈，这个蓝妈妈最多了，对不对？对啊对啊，搞不好你戴起来好看。我妈最多这个了，真的。我觉得这个大小男生戴不会好看。可以啊，很帅啊，好看，很帅，好不好？是不是？是因为看我戴了一个，还不错哎。其实真的是看人的关系。好脏，好像上面好脏，都因为我今天早上去拍摄的时候有用，对，潜水用的嘛。对啊，没有，潜水就也是这么大，但是它这个就是真的，我们去海边，我们去玩 SUV SUP 时候就可以直接带着它，然后你就不会照到你的眼睛，然后就可以。而且我觉得还不错啦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它的镜框够大，对，所以它其实这边也可以做到防晒。哦，可以防。才可以整个房，一二三，哇！好吧，没关系，我已经知道，因为大家都是老师。为什么？李燕婷老师，其实我觉得老师，你刚刚不是称赞说他的那个眼镜不错，眼镜还不错吧？对，其实我是觉得，因为慕言应该算是身材还蛮好的，对啊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穿这么中性是有一点可惜了，就是说这是实用的衣服，但是并不是说它没有流行性。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它没有流行性，机能型而已，机能型而已。所以我觉得，当然，可能就不会吸引到很多看你的眼光。哦，这个确实是真的。我觉得把你当成哥们，对啊，对，真的就哥们。桃花瑞姐，对，很低，几乎零。可欣，你在看什么？我在看今年最新的穿搭趋势啊。哇，这什么 app 啊？这么多影片可以看？你居然不知道？因为我最大的 APP 推出最新功能，帮你们精选最实用的短影片，不管是时尚趋势、娱乐生活，甚至连星座分析影片都可以在里面看到哦。哇，那我赶快下载。来，这个。好，这个吗？对，女人我最大。OK， 所以哦。